终于是看到曙光了。今天我们的墙体基本来说可以整体完工了。今天天气还算可以，多云啊，多云的天气，这个天气很适合干活，所以今天一大早这个工人就开始开工了。现在这个呢是我们东边的卧室啊，东边卧室，南边的墙。这个前面呢，我们起的是1米的高度之上就开始起窗户了。这个里面今天就是一个南边的南墙，然后这里边的话是卫生间，啊，卫生间的墙，一气的话，整个所有的墙体就全部就完工了。今天应该一天时间差不多啊，一天的时间差不多可以整体完工。客厅这个地方呢，我又让这个地方又砌了一个24的柱子，因为这里如果说不砌出来一点的话，从这个客厅是可以看到这个楼梯的这个楼梯的台阶的，所以这里呢又加了一个24墙，这样的话这个楼梯直接从这上来，转角，然后直接上2楼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两个卧室中间，这里加了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，然后这边进主卧室。好了。这个所有的墙体呢，已经全部都砌完了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这是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的门留的是80，这个卫生间大小我觉得还行吧。窗户，从这儿进过来之后是主卧室，南边的东南角的一个主卧室。这个主卧室相对来说会大一点点。然后从这过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。客厅，客厅在这一块。从客厅这个过道过去之后呢，这边是4个卧室，前两天看过的。